您的咖啡，您的蛋糕，谢谢，。慢点吃，你都吃了。你想吃什么？你自己要。你没吃到什么吗？吃到什么了？真没吃到什么呀？没有啊。完了，走走走，咱们去医院好不好？怎么了？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真的我不知道，咱们去医院吧，好不好？来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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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你去找这个吗？哎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还是戒指。怎么这么像咱俩买掉的那枚？是我本来打算去买一模一样的，但是我去了店里，他说必须要以前的戒指来换，那是，索性我就去沙滩给，去挖出来了。不亏你想得出来，这种事儿你都能干得来的。你以为我会感动啊？这都是当年我玩剩下的。不，你说你，那我应该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？你别做着这些没有用的事儿。你以为你把这个戒指挖出来了，咱俩就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了？你真幼稚。别做这些没有意义。